看一下这场 crush 的师们，大家好，我以日本大阪会议室为重要地标。现在时间是将近晚上11点钟了，而在这个背后依然有非常非常多的年轻人。我跟你聊聊日本年轻人为什么不结婚谈恋爱？日本人口从小从小超高龄化，少子化的问题越来越严重，人口越来越少，创下历年来最严重的实力攀升的现象。那些年轻人呢，不喜欢约会，他们不结婚，他们对于这些约会来跟异性的约会、谈恋爱，很多兴趣缺缺，很多人不知道到底发生什么问题。也许很多年轻人都说自己是上一个人也没什么不好。日本在那个6月份所公布的一个调查当中显示，40%男性，25%女性呢，没有固定交往的朋友，在单身族群当中呢，更是有15%呢，一辈子都不想结婚。到底为什么呢？一人商品在日本是越来越好。